全台湾的国语事业全民来捧关，全民事务财团垄断兼卖了国产，民用第一公司化，自由化，国际化，官商勾结都在说谎话。全台湾的劳动阶级全都站出来，车兵乡民不怕牺牲，团结一条心，我们要反财团，反集权，要破营，要封官，工人斗争，创造新社会。反对，反对，反对民营化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私有化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民营化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私有化。全台湾的劳动阶级，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迟疑，不要再迟疑，我们已经等了太久，等了太久了。这场斗争，这不是五块钱、十块钱的斗争，十块钱的斗争，而是生存的斗争，生存的斗争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赶快站出来，快站出来！姐妹们，不要再等待，不要再等待，权力不会天上掉下来，天上掉下来，没有人能在这场斗争中缺席，斗争中缺席。工人没有福气，工人没有福气，只有自己争取，自己争取。我们要不断地战斗，不断地前进，战斗，前进，再前进。反对，反对，反对民营化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私有化。全台湾的国营事业全民来公关，全民事故财团垄断兼卖了共产，民营第一公司化，私有化，国际化，官商勾结都在说谎话。全台湾的劳动阶级全都站出来，车兵乡亲不怕牺牲，团结一条心，我要反财团，反集权，要国营，要公关，工人斗争，创造新社会。我们要反财团，反集权，要国营，要公关，工人斗争，创造新社会。工人斗争，创造新社会。